时候是真的海风蛮大，那个灰尘蛮多的。风大的时候啊，那个灰尘会吹进来，对不对？啊、我们做那个类似烤漆的啊，那个灰尘就会粘上去，就不可以了，品质就不可以了呢。泰盛工业董事长陈真造苦笑说着建厂的困难。七年前，同业都认为彰滨海风大、盐分高，要建电镀厂注定失败。他和妻子咬牙苦撑，电镀厂才开始转亏为盈。银行的帮忙之下，我们才有办法渡过这个难关。之后，我们把品质稳定下来之后，就慢慢订单进来了。虽然不再负债，但电镀工作环境温度高，药水味很重，现在很少新人想加入这行。各个厂商都缺人，蛮严重的。虽然都有些自动化来讲是要主要的人员在啊。虽然不再负债，但人手不足，陈真造和妻子赶工时也需要进厂帮忙，因为没人接班，现在只能靠自己守护经营大半辈子的辛苦结晶。